看一下啊，刚做好的战握两用磨刀机打磨机啊，沙袋宽度为5公分的一款啊，这一款可以让它站立的使用，也可以让它握着使用啊，这是两用的，非常的方便啊，咱们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。这一款咱们使用的是400瓦的大功率电机啊，采用的是气感的帐景啊，气感，看一下气感的功率啊，这是，好吧，气感啊。主动轮为加大的主动轮啊，这个靠板咱们可以前后移动啊，都是可以前后移动的啊。采用的是无极调速啊，无极调速的，无极调速，看一下，对吧？无极调速啊，400瓦的电源啊，来看一下啊。